说，不说，
那种唱腔哈，就是他也有一点在模仿。嗯，那你讲唱歌单点，不是爱较大粒较有力？我看一粒我听，那有法多呢？伊是有一些技巧，因为他的声音到，因为没有气就没有声音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那个当下，他可能会用一点小技巧。这技巧很重要。我当下你看一个查甫就引导哦，啊，搞迄个七拉八甲要死，啊，迄个七拉就是有技巧。真的，你搞歹去了。好啦，这嘛是种机会教育的哈，技巧很重要哈。好，听说进录音室录音的时候有一些怪癖，是不是？我会比较习惯，就是喝一点酒。喝酒我不会耶，对，平常喝吗？平常其实也还好，就只有在比如说朋友聚会上，小可能他会对小酌一下这样。像有些歌手进录音室他会喝一点，对，那你是怎样？我是完全不会喝，哎，我是喝就是温开水。那你都怎么开嗓？怎么开嗓？就是要先唱个几遍，就是先暖一下喉咙，操一下喉咙，这样对，让它开啦。对，你知道那个秀兰玛雅每次要录影的时候，伊拢安怎？你敢知？阿你想了？我想說，好，我要接这个药片了。我说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我阿你阿你阿你起床用？
我在热身呐、啊，我哎呀，别去赛跑哟！没有没有，我一定要这样子这样子，等一下我喉咙才会开。哦，对、啊。五郎阿你喉咙开啊，让全身热起来啦。也有可能啦，不是开嗓要哦，就热身嘛。如果唱歌也是一种运动。嗯，赛跑也是一种运动、嗯，它都是需要热身的啦。对 对, 對，按暖机啦。对，这样怎么会暖到喉咙？这个我可以不懂啊。应该、欸、其实我有一个很类似的、欸，就像我在录音的时候，我会把冷气关掉。哦，对，因为如果太冷的话，其实你的身体热不起来。嗯，对啊，所以我会把冷气关掉，就让身体比较容易热。你不是把冷气，你把灯都关掉了，不是？对，就是都关。点蜡烛啊，那个，就是。只剩一点小小的灯的那种，起码就等于青花，还是不要关录音嘛？就普灯而已啦，就再挂一个普灯。对对对，有一点点的灯而已。而且还要打赤脚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这样好像有一种比较稳的感觉，可以脚踏实地、实力、接地气。我记得我跟状况不一样。我三年前发那张专辑的时候，因为录音室都站着嘛，对啊，我不会唱哎。啊，没你变乱。因为我平常都坐着唱啊。哦。我平常在节目里面都坐着唱啊。我突然把麦克风调低就好。对啊，就是进去录音室帮我们调好高度之后，哎、欸，我不会唱哎、啊，我你想给他一样，我接不？我觉得他是真的搬椅子来，我就坐着，我就坐着录，因为我平常就太习惯了。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，像我呢，我进录音室我起来都会唱。我来你第二个你摆吧。不，真的、啊，因为我们平常做节目都是坐着唱，嗯，那后来慢慢的也可以站着唱，因为有一些我慢慢习惯了，习惯适应活动啊，因为他也是一个很特别、很另类的一个歌手哈，嗯，所以啊，我们要结束这一段访问之前呢、啊，嗯，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叫做《幸福不免习惯》这首歌哈、哦，我有写过一首歌叫做《幸福不免跟人比》哦，很像。对，幸福没跟人比，说你的幸福你自己知道的，每个人幸福不一样，你比他的幸福，因为他的幸福是你们不同样的环境，你比不完嘛，幸福没跟人比、嗯、啊，幸福有时候更他像这种更大爱的幸福，没你幸福没关系，对对，你快乐就好，没习惯、嗯、但还是你还是要幸福啦，还是说要幸福，我还是祝福你跟子孙、嗯、好, 好, 好, 好，我们来听这一首幸福没习惯。